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就知道你们天天在热门上刷到各种层次的爆浆蛋糕，没意思了吧？今天给你做一个超有意思的，我准备了大半宿呢，可好看了，跟我一起来制作吧！六个不一样的颜色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弄。首先呢，悄咪咪的来一个黄色的，我觉得黄色好亮啊，每次一定离不开黄色，只要有黄色一定超好看。我儿子说做完了之后还可以分给他的好朋友呢。哇哦，看这个，太漂亮了吧！看，快看，是不是好漂亮？这个黄色的绝对了，是那种超软糯超软糯的，因为这个里面我放了好多的蛋黄进去呢，足足花了我半宿的时间，是好漂亮。来，我们一个黄色加一个好朋友的颜色，我想想用什么颜色呢，我们来一个紫色好不好，紫色，紫气东来。看到这个视频呢，你接下来一年一定会福星高照，紫气东来。哇，紫色要来喽，好像说现在的薰衣草都已经开好了呢，超漂亮的呢。果然紫色的奶油就跟薰衣草一样含蓄，看这个形状想笑。我们再来一个漂亮的颜色哦，我们来一个绿色好不好？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压轴颜色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？绿色在这里，哇，哇塞，我好喜欢绿色，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因为有了绿色，才变得多姿多彩。我尝一尝这绿色好不好喝啊？猜猜什么味的？像是海苔味的耶。我们再放一个啊，红色好不好？这个红色一定要揉一揉，这个红色一定会有一点点的酥，因为这个红色我在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西瓜汁进去，你们爱不爱吃西瓜呢？哇，这个福星高照红来了，看这像啥呀，这么浓的红色，天呀，好漂亮，有点馋了。那我儿子说要送给他的同桌，前桌后桌左桌右桌，我还有没有，我还有没有剩的呀，你们说。我们再来一个哦，蓝色好不好？当奥特曼的颜色不就是蓝色和红色的结合体吗？据说很有力量的颜色呀，呀，都快揪不开了。呜、哦，这个颜色有点像大染缸，有没有发现有点像大染缸，各个颜色都有。来，我来尝一下这个颜色什么味道的啊？海的味道，你品。还有最新鲜的一个颜色，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，快看什么颜色？超黑的煤炭色耶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滴到了我的丝袜上。呜、哦，谁跟我说这是煤炭色来着？我刚刚我还得意心心的跟你们说煤炭色有多好看，这不明明是那个洋灰吗？石灰色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我觉得已经摆好了，这样子好不好看？我们下个视频见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爆它，记得关注我。